早安，拜托拜托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托拜托，谢谢。一大早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志伟就出现在台北市街头，与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龙合体站路口拜票。两大型男也吸引不少民众抢着跟他们合照，高喊加油。加油！谢谢谢谢，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选战激烈，创下基隆市议会首次民进党籍议长的童志伟特别为吴怡龙站台辅选。童志伟也以基隆市议会成功的经验，呼吁年轻人站出来，力挺理性中道问政的吴怡龙进入国会，改变国会生态，也让台湾民主更有力量。那吴怡龙过去在这个青年的议题上面，公民权非常的努力。我想呼吁所有的年轻人一起站出来，这一张选票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这个时候在我们艰困的时候，需要年轻人的支持。那我想，中山北松山吴怡龙绝对可以带进阳光，让这个选区照亮这个选区。我想用基隆市议会的这个例子为经验，我想基隆市议会长期是国民党执政，那我们这一次终于有机会来突破，我想让吴怡龙有这样子的这个经验精神跟加持，我想礼拜天应该也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高票当选，也拜托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站出来，我们希望让这个中山北松山有一个阳光照亮的局面，让真正理性问政温和的这个民意代表来进入国会，第一个让我们这个国会的生态改变，也改变台湾文化的力量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时代理性温和中道的问政，是这个时代选民的需求。我想吴怡龙正是这样最佳的人选。这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龙最后一场站路口拜票行程。对于童志伟情谊相挺，吴怡龙非常感谢。坚持不插旗，不挂看板，只谈政见的他，也期盼在新科议长加持下，争取更多市民支持，顺利进入国会，为台湾的未来发声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